扣两个面包上去，我们特别尴尬，还在演戏，准备就是假装我们要吃这个面包走。这里能走吗？好像不是。已经到了接你打卡的地方，三塔莫妮卡，好开心呢、哦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衣服比较适合跟树拍照，不是跟那个拍。就不让拍，他们好凶哦，不是旅游景点吗？两个小时逛的时间，为什么跟我们打招呼？因为他肯定在录像。Esther， 你在干啥？我在。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 Esther？ 好，我很想给我的家人带礼物，但是真的真的装不下。好，可以。原价40100多。 Baby， 自从遇见你，我比你还要少女，偶像的位置一夜间全都换成你和巧克力，为什么永远吃不腻。这也好好看，看我身上肯定很好看，但是排队的人太多了。你看这儿的 vintage 店吓晕了我，脸巨憔悴，真的不敢相信，像我这种精力旺盛的人，我竟然来了5天了，我都没有倒过来时差。Yeah. 我真的发现我真的是最不事儿的女人，我从来不会要求想喝些什么，他们都有指定要喝可乐，要喝咖啡，要干嘛要干嘛的。要喝。我从来都不会说我要干嘛干嘛干嘛，我就只要让我买东西就行了。我想买这个呀。怎么又想吃了？不是吃过了吗？饿呀。那么多还会饿？这次来美国真的是太郁闷了，也没有录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每天都是在放空。不过放空才是旅行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天呢，我要继续放空。也不想说话，很不好意思带给你们比较郁闷的一会儿。
一分钟五分钟，不知道剪出来是几分钟。所有女生要爱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江湖东烤肉，因为我饿了。本来说今天不吃东西的。天哪，这我选了一家就是最普通的，不用排队的，等着点单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。